关于新矩阵，传导泰利维德。新矩阵 The New Matrix。 矩阵是一个网格系统，提供通过人体维持意识的物理表现所需的光。地球上的矩阵被那些通过频率技术和通过 DNA 操纵改变人体的人控制了我们几千年。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矩阵允许人体在更高维度的现实中进行肉体提升。光之工作者和银河干预正在引入这个新网格，而旧网格则慢慢消解。处于扬升道路上的人类一直在调频调整到这个新的矩阵中。基本上这个新矩阵将有更好的防火墙，所以它不太可能被黑客攻击。回到创建旧矩阵 Matrix 时，遗漏了一个细节。当地球被人类播种时，我们的创造者卯宿星人离开我们的星球去成长和进化，同时参加其他项目。有一天，这些创造者发现地球和人类正在被劫持，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它是如何被接管的，因为他们只能看到人类在以自由意志与程序交互时看到的东西。作为程序员，他们还可以展望未来，看看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计划共同创造的可能结果。他们惊恐地看到几乎每一个结果都会导致他们创造的毁灭。 So, 这就是原始矩阵 Matrix 的灵魂化身过程开始的原因。还记得我关于盘古大陆、利莫里亚和亚特兰蒂斯的帖子吗？意思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最初的地球播种联系起来，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创造者开始调查发生了什么，因此他们将通过线性时间向这些原始创造者报告原始矩阵的这些化身。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正在做的事情，而你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周围世界的每一个想法、情感和体验的数据都被发送回我们的向导，他们是来自非常先进文明的高度先进的存在。我们的这些创造者发现使用了黑魔法，通过恐惧对我们的潜意识使用非常低的负频率编程。他们还发现身体的物理变化阻碍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进步，并且更倾向于奴役。意思是对我们进行的毁灭性 DNA 操作。轮回循环正在发生，人类物种不再记得他们的前世，他们都与彼此和他们的源头相连。许多原始矩阵的原始网格工作者已经在我们当前的现实中化身为光之工作者。所以当你听到人们我是其中之一会告诉你，我们来自卯宿星血统、大角星血统 Lyran、Andromedan 等时，这就是原因。我们是混血儿，一切都与世界相连。他们的目的是将他们自己和人类从这个旧矩阵中唤醒，通过这样做，他们集体将人类转移到新矩阵中，让所有人都能调频调整进去。许多人携带着这个新矩阵的代码，在他们建立自己的同时，他们也在为全人类开辟通往这个更高现实的道路。许多人正在有意识地决定以爱而不是恐惧的频率震动。重要的一步，我们携带的 DNA 具有我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的所有代码。正如我们在当今世界所看到的那样，旧计划正在崩溃。据说，而且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
在这样的物理状态下，从一个全息图转移到另一个全息图。它在预测编程软件中进行了测试，并且是可以实现的。再一次，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说很难理解，但人类是一个大实验的一部分。每当程序员想要对过去进行更改时，他们都遵循允许循环结束的规则，并且必须决定什么灾难性事件将消除人口，同时保留最好的样本以带来新的变化。许多人争辩说人类将经历一场大火带来的清洗，有些人坚定不移地面对疾病，我说我们会看到的。这一次，我们将以人类形态扬升，并将决定保留它或变形成我们的光体形态，或结合使用两者。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在经历扬升症状，发烧、发冷、眩晕、心悸、头痛、强烈的耳鸣、流感样症状和许多其他医生无法解决的奇怪症状。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意识层面连接到这个新矩阵，在睡着时连接到它。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将这些几何代码带入了这个现实。意思是，肉体现在正在赶上灵体，并在细胞水平上发生变化。这已经逐渐发生了很多年，但由于劫持者的加速活动，我们的扬升也加速了。以这种更高的频率流动和连接大地，接触大自然，让你自己与地球保持根植，在这种转变中非常重要。此外，调整到你的多维自我，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和洞察力，对于这个网格工作是必不可少的。调频，调整到这个新频率，将使我们能够体验新的全息现实。最终，我们将能够从我们的物理身体切换到我们的光体，回到我们的物理形态。我们将能够在我们的物理现实中显化和取消显化一切不再为我们服务的东西，例如混凝土和电线等。自由能源将维持我们的生活需求，旅行将变得更加容易，货币企业将成为过去。最终，人类将拥有超越常人的能力。我们多久能够单独和整体实现这一目标，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泰利维德 Terry Wade，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